富士台中阳光北区，北区位于台中心脏地带，城市发展进步，生活机能完善，市民光荣感倍增，是大众向往的宜居城。41年历史的肉品市场成功转型，摇身变为台中新兴黄金地段。铁路高架化后，绿空廊道成为人行、自行车动线及运动休憩空间。捷运绿线位于北区的文心中清 G7 站，开启北区交通新纪元。水镜厂采全地下化设计，优化绿川水质，提升公园休闲游憩功能。iBike 倍增计划，让民众转乘更便利，节能减碳，更可以健身。台中之星计划，为市民提供更多优质的休闲活动空间。台中市烫平专案，提供更好的道路品质，守护用路人的安全。结合学校新建活动中心及幼儿园教室工程，满足民众停车需求。美乐地计划友善共融公园，让北区的公园改头换面，打造出世代共享、老幼皆宜的共融休憩环境，满足每一位市民游憩休闲的需求。美乐地计划阳光公厕，将高龄者、行动不便者、女性、孩童等使用者需求纳入考量，市民如厕好清新。营造梅川河岸的新亮点，在有限的空间创造出更舒适完善的休闲运动环境。妈妈市长卢秀燕上任后，力推公托公幼倍增计划，提供平价托育服务，减轻育儿负担。孩子的笑声、长辈的笑容，是这个城市幸福的象征。我们持续打造台中幸福宜居城。